皆さんこんにちは。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吴志秀，欢迎收看日文二第十一讲的课程。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是日语动词修饰名词的用法，也就是用动词的连体型，就是第四变化来修饰名词的用法。希望大家和我们一起快乐学习日语。首先，我们欢迎雅慧老师。皆さんこんにちは。今日の表現は自己紹介の時などでよく使う表現ですから、何度も練習して覚えましょう。 では今日も一緒に頑張りましょう。先生、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然后老师说，今天这个用法在自我介绍的时候经常会用到，所以请同学们多加练习。我们加油！好，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是第十的是第十一课私の。我的兴趣是读书。首先，我们来看这一课的单词。うそ、うそ。 え、え、歌手歌手切手切手キャビンアテンダントキャビンアテンダント粉薬粉薬試合試合趣味趣味 従位従位将来将来声優声優体調体調デザートデザート日記日記俳優 俳優パティシエパティシエプールプールフィギュアフィギュアペットペット弁護士弁護士虫 虫模型模型山山夢夢危ない危ない悔しい悔しいすごいすごい もったいない、もったいない、触ります、さわります閉めます、閉めます、登ります、登ります、遅刻します。ちこくします好、那么以上就是这一课的单子。那么里面有一个叫做 f i g u r a 的这个单子。 どうですかはい、えー。人気アニメのフィギュアやプラモデルなどは外国人の方にも人気があり、たくさんの人に購入されています。皆さんも一ついかがですか天和老师 l o s 在日本に面したいと思ング或者是这些ガン的这一些呃模型呢在日本に面したい 欢迎，呃，那么很多人都会购购买，那么请大家也去试试看，买一个来看看吧。那么以上是这一刻的单字。接下来我们来学习这一刻的句型跟文法。第一个句型是“わたしの趣味は、好我用不课多です”的这个句型。那么在说明自己的兴趣的时候，要用“わたしの趣味は、什么什么什么课多です”的这个句型。那么动词要用连体形，也就是普通型的这个双胞胎的形态，加上“课多です”。 我们来做练习。我的兴趣是唱歌。那么句子要怎么改呢？歌歌我的兴趣是唱歌的这件事情歌歌で。好，那么接下来，我的兴趣是画画。那么应该怎么说呢？私の我的兴趣是画画。再来。 我的兴趣是听音乐。好，那么句子应该怎么说呢？我的兴趣是听音乐。好，那么句子应该怎么说呢？我的兴趣是听音乐。好，那么句子应该怎么我的兴趣是听音乐。好，那么句子应该怎么说呢？我的兴趣是听音乐。好，那么句子应该怎么说呢？我的兴趣是听音乐。我的兴趣是听音乐。我的兴趣是听音乐。好，那我的兴趣是听音乐。好，我的兴趣是听音乐。好，那我的兴趣是听音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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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兴趣我的兴趣是听音乐。我的兴趣我的 私の趣味我的兴趣是集邮。好，那么句子会变成“我的兴趣是集邮”。好，“切手を集邮”“集邮”就变成“切手を集邮”。好，那这个地方就是把它改成动词的基本形的双胞胎的形态。那我们叫它叫做连体形，加上后面的“的”。所以记得请大家在自我介绍的时候要讲“我的兴趣是什么什么什么ことです”的这个句型。 好，那么第二个句型是，修来呢，ゆめはパティシエにナルコドデス。我将来的梦想呢，是要成为一个甜点的烘焙师的这个用法。这个名词的变化过程用法，后面加上ニナリマス，也就是名词加上ニナリマス，就是成为什么什么什么。那么动词的话，一样要用连体型来修饰后面的コドデス。 好，譬如说，成为老师就是先生になることです的这样用法。我们来做练习。秀兰的夢はなですか？你将来的理想梦想是什么呢？好，我要成为，我要当律师，那么应该怎么说呢？弁護士。那么句子会变成弁護士になることです。好，再来，我的兴趣是，我的我将来的梦想是看ゴシ。 就是变成一个护士，那么会变成看護師になることです。好，再来，我的兴趣，我的将来的梦想理想是，呃，变成演员俳優。好，所以会变成俳優になることです。好，再来，我的将来的梦想是成为歌手歌手，所以会变成歌手になることです。好，我将来的梦想是成为兽医獣医，所以会变成獣医になることです。 好，这个地方是名词加上 ni nari mas 表示变化过程用法，成为什么当什么的意思。那么第三个句型是 a m i m n o t a b o e 我喜欢的事情是吃甜的食物。这个 skina k 所以这里 kodō 就是一个事情用法，当做主词的用法。所以 s k 是一个 na 形容词，所以用 na 来修饰这个 kodō。a m i mono t a b o e 因为喜欢的事情是 啊，所以后面用 k o 的 o 来结尾。好，第一个，譬如我们说，我喜欢的事是玩，好きなこと我要跟呃宠物来玩，遊ぶことで那么句子就会变成好好，这个ペット是指宠物，这个と是指呃跟游玩的共事者的这个对象的用法。i s 我喜欢的事就是跟宠物玩的这么一件事情。好，那么接下来呢？ 好きなこと啊，我喜欢的事是什么事情呢？是做料理，料理をします。好，那么整个句子就会变成好きなことは料理をすることです。好，把します改成することです。好，我喜欢的事是做料理这件事情。好，那么再来好きなこと啊，喜欢的事是什么事情呢？好看电影叫做 A 高密码史。好，那么句子会变成。 好,好きなことは映画を見ることです。好みます就变成見ることです。好、再来。好那么す就的事是什么事呢嫌いなことです。好みます就つきます。好我ます的事是说谎那么句子就会变成嫌いなことは嘘をつくことです。好みますます改成つくことです。这样就对了好再来嫌いなことで讨好的事是什么事呢是写日で的这件事情

这个是我们这一课讲到的，呃，那呃，这个动词连体型修饰名词用法。接下来我们看的句型是，我达西瓦 c 克 o c o l a t e t a skites，我达西瓦什么什么 ga skites，我喜欢什么？好，如果是名词的话，当然就是名词加上 ga skites。那么如果它是一个动作的话呢，就把这个动作改成这个名词型用法，所以这个 c 克 o c o l a t e 就变成吃巧克力的这一件事情。 那么这里的 c o d o 就可以代换成 no 的用法，就是所谓的准体助词，也就是我们说的形式名词的用法，也就是具备了名词的资格的一个助词。所以如果是动词的话，就把动词用基本形加上 c o d o 或者是加上 no，它常常用来代替我们说话者哈之前所提过的这相关的事情或者是东西。好，那么譬如说。

卡哇伊诺噶斯基迪斯，这个 n 的话呢，代替的那个东西，可爱的那个东西，所以代替的某一个东西，我们之前呃应该有提过的这个东西。好，再来摩斯古西雅斯语诺噶阿里玛斯卡有没有再便宜一点的呢？好，摩斯古西雅斯语诺，所以这个 no 又是一个形式名词，代替的我现在我要买的，我现在问的这个东西，有没有再便宜一点点的呢？好，那我们来做这个形式名词的练习。 好，友達多買い物します。好，和朋友逛街购物的这个事情是我喜欢的。好，那么句子会变成友達と買い物するのが好きです。好，所以買い物します就变成買い物するの。这个呢，就是形式名词用法，这代替的是买东西的这件事情。好，再来動物の絵を描きます。我喜欢画动物的图画。好，那么整个句子会变成。 動物の絵を描くのが好きです。好動物の絵を描きます。描きますと描くこと、描くのが好きです。この就是形式名ト的用法好接です。山を登ります。好我喜欢爬山那么应该怎么です。山を登るのが好きです。好登ります變成登るの這个の就是形式名詞です。那么也可以 登ることが好きです登るのが好きですどス、ドクヨン。ハウ虫を触ります碰触虫子嫌いでパン触虫子这个事情是我讨厌的パン么应该怎么说呢虫を触るのが嫌いです好这个触ります就变成触ること触るのがナ。ムシオサワルノガキライデス。ハウ、チェ 我讨厌唱歌。好，那么唱歌好，ウタを歌います。好，那么整个句子会变成歌好，ウタイマス就变成ウタウノ好，ウタウタウノガ嫌いです。我讨厌唱歌。好，再来ウミで泳ぎます。在海边游泳。好，我讨厌在海边游泳。那么句子会变成。 海で泳ぐのが嫌いです。好，海で这个で表示游泳的场所，动作发生场所。泳ぎます变成泳ぐ，泳ぐのが嫌いで我讨厌在海边游泳。好，那么接下来我们要看的是，也是形式名词当做主词的用法的句型。日本語勉強するのは楽しいです。学习日文是件很快乐的事。好，这个句型就是学习这个形式名词这个 no 的这个用法。 好，那这个时候这个 no 这个形式名词当做主词来用。好，那我们来学习这个句型的练习。友達と話します。跟朋友说话。好，那么如果我要说跟朋友说话这个事情是快乐的，那么应该怎么说呢？友達と話すのは楽しいです。好，話します就变成話すのわ，变成跟朋友说话的这件事情是是愉快的，是开心的。 好再来試合に負けます。比は負けます。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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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は負けます。は負けます。彼は負けます。彼は負けます。負けます。彼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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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けます。は負けます。は負けます。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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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は負けま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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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背单词的这个事情是很难的。好，那么会变成“単語を覚えるのは難しいです”。好，“覚える m a 变成“覚える ”noa，变成“覚える”加上 “no”，还背单词这个事情是很难的，“難しいです”。好，再来“モノを捨てる ”mas，丢掉东西，丢弃东西。好，丢掉东西这个事情是“もったいないです”，是非常的可惜的，浪费的。好，那么整个句子会变成。 ものを捨てるのはもったいないです。好。捨てます、就便成捨てる。丘掉東西这个事情是もったいないです。是很可惜、浪費的好。再ら夜、一人で公園を歩きます。ワンサ一个人在公園、走路这个是非常危険的事情ン。危ないです。好。那も、整の句子は便成。夜、一人で公園を歩くのは危ないです。 好 y u d o hitori de，这个 d 表示做这个动作的状态人数，hitori 表示一个人。k ō i n o aruku，所以 aruku mas 就变成 aruku 加上形式名词的 no。好，hitori d a kōen o aruku no wa abunai des，一个人晚上走路在公园走路是一件很危险的事。好，所以这个地方是形式名词 no 当作主词的用法。那么我们再来看下一个句型。 台丘が悪いの嘎学校に遅刻しました。因为身体不舒服，所以呢，呃，学校就上课迟到了。这里要讲的是 “no 的这个用法。“no 呢是表示原因、理由的一个接续助词，接在句子的这个尾巴，那么表示原因、理由，就相当于我们中文的“因为怎么怎么样，所以怎么怎么样的”句型，用来说明事情发生的原因或者是状态变化的这个理由。那么这个跟我们之前学过的 “kara”。 是相近的，比较不同的地方是他们使用的时机。有些情况下要使用 color 比较自然，有些情况下用 n o day 又比较的自然。那么我们说 n o day 的话，一般是用来表示比较客观的、比较委婉的一个推测的一个结果。那么 n o day 的之后的句子呢，通常都是比较描述客观的事实或者是客观的一个推测。那我们来看它的接续。 如果是原因、理由的这个 no day 的用法的话，它接在名词跟 na 形容词的后面的话，要用 na 来接续 no day，就变成 na no day 的用法。那么如果是一、e、形容词的话呢，直接用一、e、加上 no day。那么如果是动词的话呢，呃，我们就用这个基本型、普通型的这个形态的用这个用法来加上 no day。譬如说，kusi ノミマシタからモ待帳不得死。这里ノミマシタから，这里から就是一个完整句子加上から的用法。那么我们可以把から变成ノデ。可是有ノミマシタノデモ待帳不得死，因为已经吃了药了，已经没有问题了。好，再来明日は授業がありませんから学校へ行きません。因为明天没有课，所以呢不用去学校。那么这里的から

好，因为这个花很漂亮，所以 kire 它是一个那」形容词，所以用那」来修饰接续后面的 no d 因为花很漂亮，所以我们在外面来吃饭吧。好，再来，時間早い、人はいません。好，那么句子组合起来会变成時間が早いので、人はいません。因为时间还早，所以没有人。早い是一形容词，所以一形容词直接加上 no d 因为时间还早，所以人はいません。 没有人。好，再来。お店遠い電車行きましょう。好，整个句子会变成お店が遠いので電車で行きましょう。因为那个电很远，所以呢，搭电车去吧。遠い是个一形容词，所以一形容词直接加上ので。は遠いので電車で这个で表是搭乘的工具。電車で行きましょう。我们搭电车去吧。好，再来。便利パソコン使います。 好会变成好便利なのでパソコンを使います。好这个便利它也是一个なのでパソコンを使います。今は很方便所以ンで使用しています。彼は親切なので友達が多いです。 这个新色子也是一个拉形容词，是用拉来修饰后面的脑袋。新色子拉脑袋，因为很亲切，所以呢，トモ大家が多いです，朋友很多。風強いので窓閉めます。好，会变成风,窗自由一一一加風が強いので窓を閉めます。好，因为风很强，所以呢，把窗户关起来。強い是一个一形容词，所以一形容词直接加上脑袋。風が強いので窓を閉めます。 好，我们把窗户关起来。好，那么以上就是我们这一课所要学习的句型跟文法，学习的这个形式名词 nor 跟 kudo 的接续方式，还有这个表示原因理由的 norde 的用法。那么，请同学们多加练习。那么接下来是我们生活短句的部分。那这个短句呢，而、啊、是在客厅里，朋友们在聊天。首先，我们来看 VCR。さおさんの趣味は何ですか？ 私の趣味はフィギュアを集めることですフィギュアは何ですかフィギュアはアニメのキャラクターの模型ですあ、写真がありますよすごいですね私も買いたいです私の将来の夢は声優になることですミカさんの夢は何ですか夢はまだわかりませんが 好きなことはデザートを作ることです。私はデザートを食べるのが好きです。今度一緒に作りませんか。いいですね。はい、おもかんのビスヤード。どうも、じゃあ、今後、聴くのをしら、練習今で。さおりさんの趣味は何ですか。私の趣味はフィギュアを集めることです。フィギュアは何ですか。 フィギュアはアニメのキャラクターの模型です。写真がありますよ。すごいですね。私も買いたいです。私の将来の夢は声優になることです。ミカさんの夢は何ですか夢はまだわかりませんが、好きなことはデザートを作ることです。私はデザートを食べるのが好きです。 今度一緒に作りませんかいいですね。好那么这是这は课の文章をご紹介します。今で、この葛藤に。s a の趣味はで在か个客厅里 i さんの趣味は何ですか ?Saudi さんの趣味は何ですか s a さんの興味は何ですかの趣味はフィギュアを集めることです。私の興味はフアを集めることです。私の興味は、私の興味は、私の模型、私の技術を集めることです。私の技的を集めることです。 あ、啊、来、加上来、来、来。フィギュアは何ですか。何、何、何、这个、何、何、哦、何、啊、何、何、何、哦、何、哦、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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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台大一点是这个台，我们学过了，就是表示希望的用法。我也想要来买。我但是呢，将来呢，有没哇？声优你哪 o this 我将来的理想梦想是成为一个声优，一个配音员。所以声优你哪里哪里就是哪里 mas 的基本型的用法，加上过多 this 我的理想是要成为一个配音员。米卡桑呢，没哇？难的那么你的梦想是什么呢？有没哇？马达瓦卡 m a 我的理想梦想，我虽然还不太清楚，还不太知道。Mata w a k a 是我还不太了解。这个嘎是表示呃逆态的接续，表示虽然怎么样，但是的意思。虽然不太清楚，但是呢 s k 那 n a k 得 d o w a deza d 可是我喜欢的事情呢，是做甜点的这个事情。斯 k i n a k 所以这个时候 k o 这个名词呢，形式名词当做主词的用法。 デザートスクリュコドです，是要做甜点的这么一件事情，所以スクリュ就是スクリマス改成スクリコドです。私はデザート食べるのが好きです。我也喜欢吃甜点。空と一緒にスクリマセンガ，下次我们一起来做好吗？マセンガ表示邀约。いいですね，好啊，很好。好，那么现在请大家跟着田恩老师再来练习一次。 今で沙織さんの趣味は何ですか私の趣味はフィギュアを集めることですフィギュアは何ですかフィギュアはアニメのキャラクターの模型です写真がありますよすごいですね私も買いたいです私の将来の夢は声優になることです美香さんの夢は何ですか夢はまだわかりませんが好きなことはデザートを作ることです 私はデザートを食べるのが好きです。今度一緒に作りませんかいいですね。はい、皆さんよくできました。で接下来是我们的 Let's go Japan 的单す。来去日本旅 Let's go Japan Hi 大家、お是阿う大家好我是大姐はい今天的单元是点餐。 一つ、二つなおもじょうじらいかんかんばすいませんはい、ご注文はお決まりですかはい、唐揚げ定食を二つ、ピザを一つ、紅茶を三つそれからショートケーキとプリンを一つずつくださいかしこまりましたでは、確認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す唐揚げ定食がお二つ、ピザがお一つ 紅茶チャが3つ、ショートケーキがお1つ、プリンがお1つでお間違いないでしょうかはい、お願いします。わぁ、今天是、記憶力大考验吗对、不是啦。今天是、叫大家点赞啦。え、なお、请问大家、请给我一杯紅茶、应该要怎么说呢你可以说、紅茶を1つください。 所以一杯的杯，我不需要特别讲出来吗？不用，点赞的时候数量的次比较常用哦。像是，一つ一份，二つ<次>两份，三つ三份，三份四つ<次>四份，五つ<次>五份。哇，那这样子我们就可以不用记很多数量的单位了，对吗？对，不过。 连数的话不可以用一次要用一人二人三人四人。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四个人。买票的话是一枚二枚三枚四枚。就是一张两张三张四张的意思。哎呀那这样子到头来我还是得去一堆的数量单位嘛。

下次去日本用餐的时候，记得用看看哦。那我们下一次再见，拜拜。Bye bye 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结束了，我们谢谢田和老师跟我们一起学习。先生，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はいじゃあ皆さんまたお会いしましょう。